这种动物吃饭四小时，睡觉花二十小时，但交配却只需要五秒。一辈子只爱一棵树，死都要挂在树上。它们就是树懒，吃饭睡觉睡觉吃饭，一天到晚没事干。那你可能会问，上厕所咋办？谈恋爱怎么办？生个娃娃又是谁来带？树懒在树上的速度每秒四米，在地面上更慢，只有每秒两米左右。就这样还有洁癖，拉屎还要下楼，因为太慢，所以选择一个星期才拉一次。据科学家统计，他们一次可以拉占本身重量30%的粑粑，幸亏不用马桶，不然真的会堵死。不过他们找对象的时候可不马虎，毕竟这可是人生大事，不畏险阻，爬山涉水，会以八倍自身的速度去寻找伴侣。他们虽然已达到了光速，但去往求爱的路程，我们步行十来分钟，树懒却要花上一个月甚至更久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干什么都慢的他们，可真正鼓掌的过程却只需要五秒就完成了。不好意思，一不小心就爆出你不耻于人前的痛苦。怎么了？五秒怎么了？人家讲究的是效率好吧，忙完还要回去给娃做饭呢。